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ite Crypto。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；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底部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只是想确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最近加入市场的项目，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Inibus。所以呢，Inibus 代币是一个100%去中心化以数据为中心的项目，每笔交易多建议为 Inibus 的增长做出贡献。Inibus 创造做这和社区的目标之一是使用动物并保护世界各地的宝贵，其实第一者依赖他们的所有武装证书的一部分，是关键用户最需要执行的地方，包括采用和保护海豚、犀牛且大象保持别急性小猫和大猩猩等动物的栖息地。主要公民会共和协会为石油之上行分派营销和开发资金，以及行销保护和进行保护。然后呢，因为是的是上行分派以石油之通过再分派后多被动奖励，他们可以告知网物感知他们的 Inibus 越无限增长，对买入这番界为300%，对于美术在方牌将为500%。回顾 Inibus 还有将从市场会购并小会 Inibus 带代币之间减少流通，供应链进而提高。Inibus 价格对于买入回购今年为3%，对于买入回购将5%。然后呢，有加资源保护 ，Inibus 今年派员还原使用告知刊发所以来注意机器人 Inibus 机在保护桌子子的礼物。然后呢，黑洞 Inibus 是在以太坊网络上运行金锁代币，然后呢就是他们的代币。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路线图，你们可以看在7月完全启动 Inibus 公平法式电报会员1000人，在他们的电报领养2只海豚和1只小猫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在10月分母交换启动 Nubi Wallet 市值开始 CoinGecko 和 CoinMarketCap 上市，电报会用3000人，另外领养1只的信息。然后呢，在11月至12月，他们由努比钱包开发开始木 NFT 数产品 Tomb Games 设计，开始有一些利的回本关心钱包会员4-6000人，另外3只动物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看他们的Twitter， 他们的 Telegram， 他们有1800
86人在他们的 Telegram 是没错的，然后他们的 Twitter 他们有872人在他们的 Twitter 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我喜欢你喜欢这个评论，大家现在这里他们是他们的白皮书。本白皮书有很多内容，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，可以自行查看。我们今天在白皮书中存在一个主题，在第二个视频中进行解说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代币平均税，所以他们的总供应链是。10万亿，然后呢，流动性是94%，然后呢，开发团队是3%，营销3%，流动性将被永久锁定，合同所有权仅在为了此外，我们所以是有人的安全。然后呢，在这里，在四家门中，你可以轻松的将您的代币交换为 Inibus 代币。您只需要连接您的钱包，并相关起来，应该简单的交换的。然后呢，你们，我觉得你喜欢这个评论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希望下次见到你，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报和推特，还有我们的，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，照顾好自己。